地藏七常见问答一千例，其他事宜求加持文。问：突破前于地藏王菩萨八十八佛前跪求加持，该怎么说？答：单独一人时，可说弟子某某，业习深重，蒙佛慈悯，修行佛法，断恶修善，突破业障，突破心量，突破六道，愿生西方，不再生死，求佛菩萨加持，求佛菩萨加持，求佛菩萨加持。集体突破时可说弟子众等业习深重，蒙佛慈悯，参加共修，成此圣缘，断恶修善，将于明日突破业障，突破心量，突破六道，愿生西方，不再生死，求佛菩萨加持，求佛菩萨加持，求佛菩萨加持。跪念由一位师兄领念一句，众人跟一句，后面三拜。感恩文。问：突破后于地藏王菩萨八十八佛前跪诵的感恩文内容是什么？答：感恩地藏王菩萨，感恩八十八佛，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龙天护法护持，感恩义工护持，感恩国家、人民、社会、家庭、父母，感恩十方一切佛菩萨，感恩十方一切佛菩萨，感恩十方一切佛菩萨。跪念由一位师兄领念一句，众人跟一句，后面三拜，单个人突破时也可使用。网络学习。问：怎样参加网络学习？什么步骤？答：一，在百度中搜索 YY 官方下载。二，安装软件，运行软件，左击页面左下角注册，进行注册。三，用所注册的名称和密码登录 YY。 四，在界面上方的搜索频道 Y 友 Y 群内输入频道号，具体号码可到地藏七网站查询，点击回车进入频道。想请法宝。问：我想请一本简体字的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。答：请在地藏七网站的首页请法宝资料处留言。法宝未到。问：我六月三十日请了法宝，七月二日显示已经发出，一般邮局平邮七到八天左右就能到，但现在已经七月底了，我还没有收到，请问如何查询法宝邮递单号，以便在当地的邮局查收？答：法宝邮寄一般是登记后的周日用印刷品平邮发出，发出后根据路程远近还要七到十天，有一次从杭州到上海的平邮走了十天，请耐心等待，平邮印刷品没有邮寄单号。问：
我结缘的法宝状态是已经发出，但一直没收到。答：如果超过一个月没有收到法宝，请重新登记，说明原因。